AVG 对阵 eHome K 和 IGV 他打完了已经，那就看这一场呀。VG 打 eHome K， 刚开不久。VG 好像一场都没赢过吧？好像是。哎，我发现有一个可以和这个兄弟完美配合的一号位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跟谁？哪个兄弟？咋得啊？谁？你猜一下嘛，兄弟，你说的是人是吧？对，一个选手。跟傻德完美配合，在线的还是退役的？对，傻豆。你妈了个屁、啊！你妈嗨！傻豆傻德。哎，怎么这么卡？你们卡不卡？完美。不卡不卡。哎，上路上马拉住了土毛。疯脸，疯脸狼人。咦，这里打屁股好肉，我们开大抬手船，能不能控到人？目标龙骑一个羊，弹动不了，越弹他个动都动不了，这个弹那还不如把卧底杀了，刚杀卧底才两个。哎，这人嘛，其实一共 K 这个三号位真的很有潜力，真的。这个兄弟，我操，这里好多野、啊。大可吗？这个人马。大可，大可。傻德，傻豆，傻豆，傻内核，我来个傻内核。评价蛇帅好吧？怎么说话的？蛇帅。风水轮流转，极速神符。哎，人马，过来抓大屁股，皮鞋，好吧，皮鞋穿了没？皮鞋有没有？好像是一脚底没有，跑不掉。皮鞋要翻皮了。哎，奶壶了，我操！输出够不够？没说奶壶了，没有，没说奶壶了，他死定了。他为什么死了呀？被撕了，还有诅咒，四级的兄弟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。费尸，我靠，这个兄弟好暴力啊！有诅咒的嗜血，有诅咒的，大屁股呀，没毛病呀，大屁股，大屁股还是蛮怕诅咒的。妈的，这个谁又把我加上去了？傻屌，傻屌，啊！夜眼上塔，上路推塔攻击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其实狼人我感觉中路好像不太想放，赶了过来大屁股下个火雨。哇，这个剧毒是出引刀的剧毒。引刀啊，引刀还是比较少见，他大引刀破。破什么呀？大屁股，大屁股。为什么皮鞋这个技能是往右边放的人马没打龙起啊？还是反补了，还不错。只能破大屁股的被动吗？没了呀，大屁股被动挺屌的呀。大屁股被动没毛病啊。但一碰 K， 说实话，他们不是一个靠物理输出很强的阵容啊，他们是靠魔法输出啊。怎么看都是魔法输出，人马踩地，龙骑喷火剧毒的技能，巫医土毛，我觉得他们需要个分针面杀。这个引刀有点妖，他们需要个分针面杀。我觉得卧底可以加强一下，他那个大招不仅能打人，还他妈能打野，能打远古，就牛逼了。这样打可能削弱了龙神，打个团子他到时候再打小怪怎么办？没呀、啊，我他妈逼我可以重挖呀，我自己去挖，我不带大哥了。这边打盾，直接拿刀肉身。哎，他也敢滚！哎，来到蛇棒里面，凌晨啊，被蛇棒给关了。哎，凌晨啊，他滚到蛇棒里面，有点意思了，这图包有点意思。囚禁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他妈惊呆了，还有这种玩法，狗屎！还有这种操作。龙神，我感觉你说的那个不算下线了。他打个团战，如果边上有野怪或者有小兵，那他不打小兵去了，第一时间。可以自己控制，第一时间，后面可以自己控制呀。
第一时间补偿的那一下呀，肯定是加强的，他能挖矿。也不是加强，感觉没什么卵用啊。算加强吗？主要是打野怪，小怪一个 CA 弹弹乐就够了。他可以拉远古，这样的话可以打远古。哎，远古的话，这也不算加强，那说不过你了呀，彪哥。你打小怪，你妈！你真的用大招打小怪，哎、你把自己大招搞没了。要死！能带他的还有两个远程兵和一部车，又来了一波兵。但是这个时候，那是无欲的诅咒来了。上兄弟上！天诅咒！彩车，不踩，恭喜你！啊，这是人吗？还是后手踩的？好稳。就满了。嗯，穿中穿。真要加强的话，你那么巫医的大招可以打塔，那就炸了。咚咚咚咚，那他妈的是真炸了，动不动可以拆塔。那就炸了，那巫医必抢一抢，好吧，一抢。有空有回血有诅咒，还有推进，开大推塔。没小歪厉害，好吧，没小歪厉害。比小歪厉害，我觉得肯定比小歪厉害，好吧。他如果大招能打塔。打到大招 CD 要加，这样的话。我的 V 是难死，哎，打不了。你过来就播。峰哥，你别奶呀！峰哥，你现在对血量的判断在走下坡路呀！我说难，炸不了。峰哥，你凉了呀，峰哥。这话扎心了呀，谢兵。峰哥是单杀，顿了一下，杀不了。你说单，哦，你说单杀。对呀、啊，我说的是单杀杀不了，兄弟，我没有说 DP 来了。困了，好吧，我已经困了。其实我也困了，我没有看到 DP。我是没听到你后面那句话，好吧。那个九千分剧毒能不能玩出什么花来？用蛇棒打蛇棒呀，蛇棒打蛇棒呀，玩爆小蛙的蛇棒，好吧？对啊，蛇棒打蛇棒两下一个。全是他的血，三个蛇棒可以清他一队，还有一蛇棒白插了呀，三个蛇棒是可以挑他一队，三个蛇棒就点没了，大屁股飞了过来，蛇棒已经没了，哎，小强破雾，来了一波雾，真的不开大拆吗？你这样拆，你不是被别人接手 ？DP 有盾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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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手，还代表地狱 ，DP 如果秒不了就出事了，秒掉了，秒了没大了。那追杀了，哈士奇了。但是你们顶着 DP 的表情，你输了呀！断后排断得很漂亮，你他妈要踩！你这个土猫应该就是 DP 呀、啊，土猫。对呀、啊，肯定是走 DP 的事呀、啊，怎么可能越过这个 DP？ 哎呦，没过呀，被吸死了吗？人吗？拉住龙骑，龙骑羊。这个土猫喜欢往人群中冲啊！两瓶核桃，核桃。没错，没错，哎，但是这个边区的这个好多啊，滋，满座，冰刀，皮鞋，刀，皮鞋，皮鞋，艾克老弟，老弟，皮鞋被射了好几，蓝森，哎，下了个飞破，哎，有点好气，哎，大哥飞破，大哥这里飞破，快来，大哥，回头。大哥说来了，别吹。大哥来了，别吹我。来了，这个时候来了。你妈逼老子不想吃恢复的。师傅，哎，别吃，等剧毒。你妈逼老子都走到家门口了，你叫老子吃恢复，吃你妈逼吃。家门口了，非叫我吃，早就。这是好气啊，肯定。真的，他走到家门口了，他吃恢复，你妈走路也要走这么长的路。这边情况说，兄弟，我帮你报仇。人马开大，撞一下，报仇！我肯定是要报的。这边一个沉默。来人！土猫有滚，第一条滚走，被吹了一下，被吹了。谢谢。王的降临。这剧毒是真好。我是这个剧毒，我要骂人了，真的，我要骂人了。但是剧毒在骂人的同时，土猫也有话说呀。老子放了那么久，你找不来，你在那边磨叽了半天。早来早死呀！你妈逼呀！小强早就到了。早来，不是很早来，来得及了。要再早一点。他，我觉得当刚土猫发信号的时候，那时候小强赶不过来的。哎，
这个小强单杀了十五级的巨毒才九级，那他之前的等级得有多低、啊？六七级啊，他才。那你妈别人最低的都十级了，他单杀十五级的人单杀一个巨毒拿了500块，光就光多了。好低啊，这小强、啊。关键是他妈的他们的上满十一级了呀，为什么小强只有六七级啊？深台，我只能说刚才是深台。台湾之后，他就是五号位。后台这手小强废了，我感觉这一把。废了。台湾这手还是很废。后台这把小强没声音了，上路上满。对龙骑，没人啊。对，没有队友。就像那把牛头一样，出门裸体的，他这把估计也没什么经济了。那给我感觉是他在队内玩的是四号位的英雄，打的是五号位的位置、啊。对，这样说没错，他是五号位的支援，四号位的英雄。讲道理，萨满肥没毛病啊，这英雄肥了是厉害呀、啊。他们是双四这一把，这一把是双四。但是小强还是太穷了，还好把他提了一个。补，再补莲花。哎，有真眼。哎，这种莲花是干克什么的？解沉默，解龙骑晕，龙骑晕解不了吧？龙骑晕肯定解不了呀，那是解什么用的？妖路，你可以理解为谁在出莲花？萨满，他不一定会出莲花吧？他应该不一定会出，他只是放。萨满应该是跳招吧？出莲花这一把干嘛呀？萨满这种用，莲花这一把作用不是特别大。出跳的话，唯一的解释就解个沉默。哎，来了一个跳台。吹风躲了，反应很快。O R I， 哎，人马还有大，狼人太过狼了。但是这波打不了了 ，B 克 B 的，十秒 B 克 B。核桃的核桃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一样。对。而且他这套装备不厉害，他风脸他首先是没臂章，对，风脸没配臂章。他可能是考虑到对面的控制实在是太多了，他出了臂章的话打怂了呀，他肯定是打怂了。他出臂章的话，很有可能进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。他应该是有可能怕剧毒那一口毒吧，出个臂章好难受。对啊，龙骑晕住之后，土猫接技能，巫医接技能，他没有空间输出这一把，所以他先 PKP。PP 这边啥？我萨满，看看有没有人。看眼这种走位，看哎这里没睁眼，知道了。真出莲花，小歪是要做莲花了，好吧，他去买假了。他莲花给 DP 套 ，DP 躲不了什么呀，他人马的残和那个直头的晕就够了，我感觉。哎，双刃剑不会弹两下吧？如果莲花，啊，那有点痛啊。就是人马打他一下，他再打人马一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是的呀，指向性技能。那你妈直接打两个双刃剑出来。这边剧毒也是 BKB 了，这他妈是输出型剧毒啊！龙骑也 BKB 了，灼人型剧毒。剧毒需要20级，好吧，加75的攻。这把哥就他点的右边30经验获取，好吧？肯定点经验获取啊！之前 M1 点的移速。就好扯，没什么用。有了经验获取，他就有等级，好吧？他移速确实有点慢，330。但是他有经验获取，他就有等级。他现在是等级全场最高的，马上18级了。一般有加经验的天赋都会加经验，除非是加血，好吧？18级他可以加血是优先于加经验的。开悟，野上开悟。开悟打盾，但是有狼。狼发现了，为什么不让剧毒升个18级啊？没睁眼吗？他们
大狼人没睁眼，要出事要出事，一波好吧，是必进的机会，一波就是喷，睁眼是不是在鸟里面在运？大屁股这波有笛子，这雷达扫到了对面开屋，还有小强的戳，一个戳三个，能把赶紧调整一下阵型，能把这个大招很关键，把调整阵型。都从那个小巷子里面跑出来了，不然被关着就郁闷了。这个睁眼好像是看不到这个加油，还要打不想打，升的是八级不过分吧，老哥？这个睁眼好像假眼看不到，狼也看不到。这龙七去了，来先去了龙七，不打了呀，怕呀。升个十八级，这个里面被关着 DP 沉默蛇棒，大屁股的 T 跟火雨太痛了。但是这边 VG 好像对这个盾有想法，因为在下路看到龙骑，打陆山也是非常厉害的。有剧毒，他们应该不敢打。讲道理啊，剧毒在这个肉山这个蛇帮里有点厉害呀。来了呀！你大屁股的火雨，踢过来了。我这边先捆住，来钱花没了，就自己开大，强行打盾，打掉了呀，还不错，拿掉了。这一波指挥很到位，好吧？这个那个龙骑天 TID 好像孤独风中一匹狼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孤独风中一匹狼，当年敢打 CDC， 天天排到风哥和龙城对面的。猫哥，好吧，我猫哥。他，我对他的理解是，他有时候打得挺好的，有时候也挺懵的，不是特别稳的那种。这个时候一后木想打进攻了 ，DP 没大 ，DP 萨满都没大，没大。不过大屁股的塔有点难推。龙骑变龙可以推，好吧？先看他变不变了，直接去转下下塔也。等下也行，拆下比较科学点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龙还是变。小外是撸了个莲花出来，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下塔已被摧毁，我桃也在做长袭，龙骑也在做长袭，正受到攻击。还想上高，高地逼人，这龙骑直接走到高地在 A 了，能回呀？塔房子交了，中路还有两个，什么情况？都露头了。什么情况、啊、还在逼，不是 VG 什么情况、啊、没人管吗？漏了两个还在逼 VG 人呢，在干嘛、啊、回来了，哎呀没了，打起来了，沉默两个人马围攻，不要了，拆粉 VG 在干嘛呀，这波人马上去打刀，高地塔被打没了，那火锅就叫失手了呀，这边狼人对龙骑，龙骑有加速，跑跑跑跑跑，狼人的速度好像是比650快了100，他就算快，他还是哎，大家都是跑，底底掉再跑，跑跑跑，这个血赚，还站住，对，还在追，还在追，这边还有锅，这边有锅，他跑的直线，这边人马有特产，强行吹风留住，吹一下一个弹弹乐，弹起来了，这个弹弹乐，一脚踢，一脚踢，又踢到了，狼人，狼人是没魔的，这危机到底，哎，这是干哈子哟？玩蛇的，这高地塔也能割的这个版本，关键他们中路也没杀到人呀，拆掉，中路也没杀到人，谁他妈的指挥的呀？高地塔都不守的，我估计脾气羊骂人了，你妈逼守高都没人回，是的，老子一个守了半天，那个龙骑活活拆掉了，你敢信？哦，这边人马是 A 站了，马上 A 站，估计他们现在没先手呀，小强没跳。萨满也没跳 ，A 张一出危机，这个阵容杀不死人了。说句实话，萨满这个莲花是不是有待商榷啊？没看懂好吧，这个萨满这个莲花没看懂。唯一能理解，我想了半天想到了，就是在 DP 在推塔的时候给他套个莲花掩护。但是龙骑 BKB 先手直接接人马踩，都不怕你莲花呀？对啊，但我想不到它的作用了呀。人马还要打个双刃剑呢，你打莲花？看嘛，看到莲花怎么用的嘛？这给 DP 啊，
让他催塔用呀。哎，一个阿托斯，我把一脚踢两个。哇！哎，这里直接晕住大屁股，能秒吗？大屁股，第二，第二，李杰并不是很弱，被秒了。哎，乌一这个炸，这乌一大爆炸。五一，这五一有点屌啊！梅子核桃，这五一核桃打不过，这龙骑士双倍卖了。这五一有点屌啊！这个大了，大坦乐，他这样冲不就是给坦坦乐机会吗？他就是坦坦乐走位啊，冲脸。我觉得你的状态，真的堪忧，好吧，真的堪忧。危机双雄我觉得都问题挺大的。哎，危机不是有三雄吗？应该还有一雄在海选边了吗？在海选被淹死了呀。一批已经走海了，八强都没进啊。另外一只海选的八强都没进，危机三雄都目前看来 EHOME K 的表现比 EHOME 要好。哎，小老板反驳有说法，机智的小狼人受到攻击，精灵狼天辉上塔，海选老二，海选老二是 EHOME K， EHOME K 好像今天就打了一场吧，两场，还干了一个队，干了老飞扬还是干了谁？我说的是这个是第二场，还是说他们？这是第二场，呀，就干了一场呀，这是第二场呀，是第二场吧？这有说法，他如果赢的话就是二连胜呀，海选队。你让他打到连胜了，他就发现有戏了。哎，好像有名额的，有说法，只能说有说法。打第三场了，好像是输给 IGV 了。啊，输给 IGV 输了一场，他还没碰，他没碰老干爹，他和老干爹，他再咬一口下来。啊，这是第三场，他是1-1。哎，那这样说的话，真是互啄呀。这水平他妈的都是你赢我一场，我赢你一场。就老干爹强一点。但是现在老干爹就在高高的地方望着他们互啄。哎，我第一了，你们其他人看、哎、看着办。你们看着真，你们看着真，反正第一名我要了，看着真。我再最后重申一遍。听好了，天天人带这个节奏，你妈逼感觉这个节奏快实现了呀。这个龙骑士他200可以做出强袭，和曹德强袭呢？出了吗？已经？上波团没死。这直取毒了呀！哎，还挺厉害的，好吧？哎，蛇棒怎么把野封了？现在每个队都会有那么一个左右的9000分大神来正常呀。我还是不太理解传承这个莲花的作用，真的很僵。我们所有人都不理解。我上面从来没出过这种。我觉得他这个钱，他换秘法跳刀是完美的，很厉害，屌很多的。反正我是从来没出过这个道具，我不管团队需不需要，我都不会做这个道具。我觉得不想出这个。再不想出莲花，实在要出的话，看阵容可以出这个道具。我觉得就算要出，团队要出也轮不到我萨满出。而且这把莲花没那么重要吧？这把莲花不重要。哎，绕头，绕屁股，绕屁股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的 T 成功了，起来，绑住，那被双推，这么远，还自己还能推一下，还是死了，没开出大。这边秒小强，一个空杀。地图好像是你刚走了出来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一个羊给了龙骑活鱼绑住，漂亮！这一波秒人马非常给力，人马秒了就好打。人马要是开出大，他们人马的大招，然后就踩。哎，这个下路，这是要推高节奏吗？哎，埋不活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。哎，塔防也开了，没有一个人买的，买不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开塔防呀？有一个人买的。说，打懵逼了。李邪260的攻，我操！有狼人。再吼一下。李邪400多的攻。400的攻。突然，我操！好狠啊，这一波。哇！人马呀，人马死了呀，主要是。哇！突然死亡。人马那个减伤。
哎，大屁股这个加工持续还是蛮久的呀，持续60秒。这一波团战直接破路拆火锅打团灭，波打回来好多啊！你看，打懵逼了呀，直接。你看那个经济列表蹦了一下，经济好像是反超了，经验只落后1000。他们为什么不大招太重要了？我想知道，大了。人马的一仗大呀，打团很厉害的，而且人马的控制也很足的，对。非常感谢。感觉他们需要个宝石，刚才应该是没有宝石被。大了，现在带了玉毒大了。啊，狼人小强需要宝石的，很急。现在节奏突然加快，一会儿可以。大招。不下高了呀，这边你不漏我不下高，好吧，这个意思。小狼在开肉三，你不漏我不下高呀，你漏了我才下呀。很谨慎，我们拿到了手，这是大炮，直接跟着大炮。哎，大炮这个道具现在怎么那么受欢迎啊？大炮巨毒，大炮有加强吗？加强了，30%的概率触剧毒25级，触发235的攻击，剧毒25级应该加棒子吧？棒子呀，肯定是棒子呀。是减速好车。来这边剧毒被刺了起来，引刀了一下，推了一下。局势瞬息万变。哎，剧毒的棒子3倍的攻击，不就是120的一个伤害？对啊，萨满的大招还攻击300多点血，大蛇棒。哎呦，又顶着对面打落山这波。但是这个东西一放不太好。哎，隔山打豪。这个剧毒也是有打的没血了，直接。直接晕住小强，小强没开 BKB 自己被晕了，这个连花没用啊，给小强套，没用啊。马开出大招，大招往后退一点，这边 DP 开出了大招，守护锅还要打，还要踩两个，马火进来了，这大招推了一下，盾，盾被土豪抢了，人马直接被秒了，被秒了，龙骑炸了呀，土豪抢到盾了。又是小七，吃人来了，哎，输了就输出，哎，一批，要回魂了吗？顶不住，回来，这边输出好高，这巨毒，哎呦，这个巨毒，老巨毒，老，再插个棒子，输了，哎，这兄弟有9000分的实力啊，他肯定有呀，兄弟他就是9000分呀，这边好多人黑他，说他是最差9000，好吧，没有，真有，那我这里有很多人黑他，这个比很水平是有的，很多人黑他怎么最差9000，你妈放屁，别人能打到9000就是有本事，人上对能走到厉害呀，这两波打下来。不服自己上一个，反正我是上不了。不过这一波土猫把这个盾抢到也蛮关键的。对。你说峰回路转，对，反破两路。反破两路。局势瞬息万变。瞬息万变。左的飞起。这边巨毒也是大棒子插起来了。我操，120秒，120攻，1350的血。这个比小外蛇棒厉害。大棒子。我觉得这个棒子25级，它的天赋又可以变大一点，让人更容易识别出来。哎，我这个棒子是大的哟，这个、小的好爽，我告诉你，好嗨，大棒棒，大棒棒会多加钱吗？68块钱大棒子，我操，这么贵，14块钱呀、啊，那比16块钱。小棒子吧，那个是，你妈逼呀、啊！他现在还有小棒子，宝哥，宝哥，你别搞兄弟们呀，你他推过去就25级了，他现在还有小棒子。68块钱，你不是搞人？一个棒子68，刚看飘了一个68，14块钱，兄弟，16块钱，凉了，生日快乐。反正土妈这波抢盾也很关键啊。哎，跟那个什么，跟那个，我操，跟那个撒旦。
剧毒，为什么火炉？反正我听到一个故事，就是先看这波团战。这波危机不敢打呀。剧毒这个英雄最早用的是老干爹，但是我听说老干爹当时是不知道选什么了，随机到了一个剧毒，哎，用了赢了，发现还不错，就继续用，用着用着一直赢就火了，很有意思。这个梗说过几遍了呀，我以为你有新梗。这是以前的梗呀，很多人不知道呀。咋弹了这剧毒？强势一波。哎，满活霸气，好吧，这波外塔都不放，就是要干。外塔都不放吗？外塔凭什么不放？没血了，凭什么不放？对啊，外塔都不放就过分了呀！砸蛋！哎，打了！一脚！我操！土猫的附身能力！我操，有宝石！好凶，马上又滚了，有跳踢，佛山无影脚，佛山无影滚，结束，好生气，哎呦，马踢兄弟，马踢，这里还有个石头可以给你用，给你滚，推都不想推了，就是要杀小强，你必须死，这小强好惨，用光了，好生气，好饥饿场，不过捡个圆对他们是好下去啊。但是人马大都开了，人马大看一下 CD 吧，马上就好了，30秒，大饼还没活，好吧，30秒也差不多活了。棒子，现在的棒子叠起来可是很厉害的。棒子，别棒子，别棒子，多叠几个棒子。120公的棒子。他七八个就等于一个上满大呀，而且比上满大还弱。关键是他血量也高呀，你哎，这难受呀！掉，我感觉还带毒，1000多血。我上来 A 了，受不了了。哎，好久。这个剧毒右边的天赋应该没人学啊，这个世界上应该没人学。不，有点蠢，我感觉不管是辅助还是主力都是。他这种天赋，我觉得放在15级、20级可能有人会。他应该是15级。放在25级有点过分了。就是逼着你学棒子呀。放15级算了。剧毒一般加点都是往右边加嘛，最后一级往左边加。双倍伤害。这把距离说句实话也没什么用。哎，危机这个套路是要打基地了，老子没看错的话。但是看到了小歪没跳、啊，这个小歪你妈没跳。的小歪，哎，还是戳到了。但是他们被戳过了。三满，用一个弹弹乐，没有死，没死，哇，打到了，我懂了，一个大招插了出来，哎，巨毒被秒了，人马也扑街了，人马也买不活，我带走了，哎，这个核爆可以往基地插的呀，哇，赶了过来。龙骑，哎，这个土猫的大有点炸，土猫有点爆炸，大招。龙骑，有人买了，买活的龙骑，龙骑，龙骑死了，积了，哎，蛇皮，瞬息完美，太变了吧！我跟你说，船要是把蛇棒插在基地边上，我以为他要插的，插过来。可能，但是对面还是团灭了呀。但现在还有机会，应该还是啊，这就是他们不稳重的地方呀。他们破了对面两路，他们都不留买活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们输了，买死灵输了，这边小强大哥都不留买活的，还是轮残，大哥不能。这是什么鬼呀？你忒年轻了吧？两个问题，一不留买活，二不处理兵线。这种局如果以后我们可以留买活的话，是很好打的。你都觉得刘满，这种杀操作，这一波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皮鞋组织的，你信吗？我觉得是皮鞋指挥的。我觉得你妈逼，这个时候你把荣誉金钱留下来，先不跟装备，一定要留荣誉金钱。打比赛肯定要留满活，打路人可以随意一点。哎呦，这边50000万一 home 吗？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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